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为大家介绍一款烟雾净化器。这是一台9000的激光雕刻机，正在切割木板。我们看到切割的时候，烟雾都是通过后面的抽风口抽走了哈。我们看一下后面。烟通过这个黑色的管道进到这款烟雾净化器里边。它的体积呢和旁边的冷水机体积差不多大小。经过净化以后，我们是看一下它的出风口，是看不到烟雾的哈。出风口看不到烟雾了。说明这款净化器的净化效果是也挺好的。那个鸡蛋好。